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善。如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凡求靠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靠他的，耶和华时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我们来唱诗啊，信圣诗第27首，请会众起立。全能的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中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诚恳的心来敬拜赞美你。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我们心内，使我们得到造就和帮助。你是伟大的神，是被的称颂赞美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赞美你时，你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赞美你时，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捆绑忧虑，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平安和喜乐。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你要除去我们一切不好的意念，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我们感谢你，你能抵御我们的软弱，你除去了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你能使我们的软弱
变为刚强，在什么地方软弱，就在什么地方刚强起来。亲爱的上帝，你带领张基走过121年，你在每一个阶段将合你心意的人放在不同的位置，各司其职的来回应你的爱，并扩张了我们的境界，让我们张基有这样的能力成为台湾人的祝福，并在所需要的地方摆上我们的专业。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耶稣，你是平静风和浪的主，求你显明你的慈爱跟怜悯，祝福张基的体系医疗团队，使我们在工作中能有平静稳妥的心，借着专业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感谢上帝，在今年3月，在上帝的祝福下，与汉民医院成为了合作医院。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要将透过汉民医院的荣誉院长杨院长分享，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在汉民医院，也恳求你祝福杨院长以及廖医师在汉民的服务，也祝福汉民的医疗团队在他们所到之处一样的在那个地方来掌权，在那个地方坐着为王。主，我们谢谢你。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来帮助我们安静等候你的祝福、你的安慰、你的能力的加添。谢谢主上帝，我们的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我们来读圣经，圣经记载在约书亚记的1章9节、5章13到15节。约书亚记1章9节这样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5章13节到15节，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耶稣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行了。赞美，好，我们这时候请护士师班来赞美。上帝，我要俄罗斯，thank you.
兄弟，我被欧罗利啊，谢谢我们的牧师之班，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用喜悦、用赞美来回应上帝在我们医院的祝福。这时候我们要来，今天要分享的是汉民医院的荣誉院长杨院长啊，他是创办汉民医院，那现在是我们汉民医院的荣誉院长，那也是我们前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啊。在杨院长的身上，其实我会看见就是他是很喜欢读圣经，所以无论他们有楼层礼拜，每个礼拜有楼层礼拜或是小组或是什么时间， 我在他的身上虽然没有那么多久的时间，可是我知道他是很喜欢读圣经的一个院长，所以也上帝借着他来在汉民这条路上来带领这个医院，也想祝福他们的医院。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时间我们交给杨院长。大家高赞，大家平安，平安。陈院长、主任牧师啊，在座侪侪召集的同工，甲有我的老朋友，拄啊，这个龙美来跟我握握手哈，特别感到温暖。他说：“你认识的都六十几岁的。”的确，这边看到很多新面孔，觉得岁月过得很快。今天也很荣幸了哈，主任牧师邀请我过来做主理这个角色，我实在是忐忑不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那我就把我怎么走进彰基，怎么离开，31年后又走进来哈，这个路程哈，充满着感恩的心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顺序要你帮我按还是我？这里可以。好，我觉得这一条路哈，31年了，是一个充满了感恩的一个感受哈。那大家在座有没有去过鹿港这一条末路巷？没有去的应该很少哈，彰化鹿港很近。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一条哈？末路巷的住址哈是38号蔡元路。40号中间的一条巷子，那因为我的家就是42号，42号，所以我小时候当然就是在一条巷子跑来跑去，那时候就大家就是社会还很穷嘛哈，那家里也没有什么电风扇，这条巷子很凉的，我夏天哈要吃饭我就端着，因为从家的后门走出去。不到1分钟，哦，那个巷子在人家在跑来跑去，伊那底下招标拢有听吼，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在摩鲁巷吃午饭，较凉吼。这个是我觉得很凑巧，怎么长大了摩鲁巷变成鹿港的古迹之一吼，还络绎不绝吼，很多人去看吼。这条巷子以这个角度照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看吼，所以我就搜寻到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在鹿港国小毕业后哈，这张照片是我们全家的照片哈。那照片上面看不到一个男主人哈，男主人是我爸爸哈。在我这张照片是我彰化中学
初中三年级，应该是上学期那个年末的时候，大概秋冬交界，嘿，我的印象是那时候。中间这个阿嬷就是我外婆，哦，右边那个是我妈妈，哦，啊，那个有彰化中学这四个字，穿着外套，这个是我，哦。那就是大概在民国五十年，我51年进彰中，所以那个学号有1526，哎，就是民国51年进去哈，哦。那民国50年年尾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消化性溃疡，那时候就是做胃切刺前切除嘛哈，哦，那也到彰化一个很有名的名医的哈。哦，不是吴崇雄了，不是吴崇雄，那很不巧，开刀不是很顺利，住院住了50几天，开2次刀。那这个是对我们家是很大的打击。母亲有跟我讲一句话，我都还很印象很深，他说爸爸开刀后这个应该2-3天慢慢就排气了，排气主治医师就叫他要吃东西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父亲吃了以后就是肚子胀，第二天还是胀，吃了后还是胀，那我母亲就不安，跑去医师的休息室，不是查房的时候就是有去的打扰他，说患者吃了以后不舒服，是不是要请医师再过来看诊一下。那这个主治医师就是一个开业的张机出气的医师，哦，他就说用台语讲啊，天天看灾灾的，哦，也就没去，没去看。那隔天就不行了，就还要再 re-operation 再开进去。那以后来我学医的印象应该是 stump leakage，哦，如果外科系的医师，哎，刺前胃切除最大的并发症就是 stump leakage， 那应该是 MPO 才对，哎，如果 MPO 可能事情不会那么严重。那，啊，后面也没有现在的那个 hyperalimentation 可以去做处理，所以就50几天就走了，把家的积蓄也花光了，嘿。但是母亲很坚强哦，她栽培我们，她就是靠她的双手做媒婆，那就把这个兄弟就照顾起来，这个觉得是蛮伟大的一个女性的哈，哦。那我们兄弟姐妹6个哦，这边有邻居的小孩也来照嘛，所以。所以不是这个哦，你算起来大概加起来有10个哦，对啊，只有6个了啊，这个没有那个点灯哦，所以不想没有办法点出来，中间这个光头的坐着就是我了哦，因为那他的栽培之下，就他的小孩有2个当老师，一个当护理师，一个当药剂师，2个当妇产科医师。哦，那这个是我觉得蛮感动的，哎，所以我觉得他配得成这一句话，哦，哎。那这个是我进高一的时候，那很凑巧，前面有一个我同学，哦，他说来了1年我都还不知道，哦，王祖元医师，哦，是我班上同学，哦，那这边一定有他认识的了，哦，这个哎，那我是前面蹲着那一个哈，哎，我在前面蹲着那一个哈。那高一的时候，这个咱整卡囡仔去哈，他们很多，比如说高雄中学啦，这个建中的啦哈，附中的哈，那中华电话是较整卡哈。不过那这个时候很多是彰中的，跟一些好像有几个同学哈。这边也没有办法一一介绍哈，
那这个是我大学生活哈，我是学剑道哈。我为什么会学剑道？第一个就是说，我认为啦哈，你忙着读书还是要运动，哦，我就是这么简单，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学校又有这个道具哦，又不需要自己买，道具要1-2万块以上哦，所以就学校有提供，我就去学了。哎，在我离开高一第七年以前，我6年都有去剑道社，从那边有充分的就是体力哦，这个到现在我还是运动是我的这个嗜好了，有空不忙我一定是选择运动。不是看书哦，抱歉，我是运动啊。这个是参加那个比赛啊什么的哈，一些记录哈。回想一下，那这一张哈，刚好是10个人，我们10个同学去台北龙总实习，嘿，这个黄主任就记得哈，嘿，最左边这一位是现在。已经高雄龙总新陈代谢科主任退下来，那最左边哈，上面最左边，我是坐下来最左边那一个，那最右边的站着第二个右二，哦，那个叫杨武常哦，他是北龙那个新陈代谢科主任，那个肾脏科主任也退休了。那我用这张照片是要表示说，这两位主任的中间这3个人哈，都已经走了，哎，一个是成大病理科主任哈，左边第二个，女生那个去美国也走了，最中间这一位也是北龙的 Proctor 的主治医师，后来也在台北。工作也走了，他们可能10年，一个可能5-6年以上，一个是其他2个大概有10年，哎，这让我感受到哈，我们天天这样忙碌哈，为的是什么哈？哎，真的是要有一个数算呐哦，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日子，在这短暂的。70-80岁、80-90岁的人生哈，你在冲，目的是为什么？这个是我毕业的时候，也算是我的荣耀了哈。这个院长有在我的这个送我的纪念品上有这样的几个字哈，勉励我。这个是我当兵的这个照片。那我为什么要拿当兵？我去北龙实习，当时是想出来做一个内科医师，哎，因为我有手汗症，我想说手汗症戴手套一定很不方便哦，啊，真的是不方便哦。但是事实上没有问题，当你刷手的时候，你情绪就 calm down 了哈，你的手就不会湿淋淋的，哎，所以我当兵的时候。派到是毕业以后先去卫武营就去卫勤学校，在卫勤学校抽签，怎么刚好抽到空军基地医院？很上帝给我的带领哈，我就是这样的认为。我想做一个内科医师，结果当兵是当外科医官。那外科医官哦，要帮忙上刀，有时候开阿片不是很大刀。哦，这些小刀还要去接生呢、啊，晚上要去那个东港，这边有看到东港空军基地，就是在大鹏湾，哦，现在是民生的地方，哎，它有民众诊疗所，还去要接生了、啊、哈，啊，公斤呢哈，我是龙总实习，而且生产不多，啊，真正不要接生了，护士被办法讲哈，我还有印象，还要等我们的主任来，哎。那现在接生当然是、哦、就是从那边对妇产科有接触有认识，觉得说、嗯啊、我来做基鼻炎都不行都较好啊、哦、虽然我毕业成绩不错，叫我一直做研究，我
我坐不住了，哎，所以就想说好，我来做妇产科，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回到自己家乡来了哈。那时候是高医师，高仁爱医师哈，跟洪秋社主任做面试，哈，那当然靠着自己毕业成绩比较好哈，哎，就进来了。那进来以后就开始接触到圣经，接触到这个信息。哦，那时候的读经就是早上妇产科要 case conference 或什么的，或者是报告昨天生产什么，都是要先读圣经。那时候的圣经的这个版本，我的印象，哦，都有图片了，啊。那我现在找有图片的，就是现代中译本。应该是这个版本，它画起来就是很简洁几笔，那就很传神，所以我很有印象。哎，那手术前辈都有祷告，哦，那就学上了这个好习惯，哦，就慢慢了解圣经的话是什么，那也养成有习惯，哦，吃饭要祷告，哦，知道感谢。那这个是我的另一半哈，廖医师哈，在他是在彰基实习，那是他也是高一毕业，那我们都是高一毕业。啊，说真的哈，在学校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即便有见过了，应该是有，那就是擦身而过，也不认识，差四年哈，哦，他差四年，所以不认识他，嘿，啊，来这边实习。他来实习，我是R2，嘿，我就开始注意到他，哦，所以就下面就不用说了，哦，这个其他翁村柱知道的很清楚，哦，那圣经有这句话，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了，哦，这个是找个理由，哦，要结婚的就这样，啊，不想结婚的就像保罗一样，哦，说单身也很不错，哦，所以我们就有了下一代，再下下一代，哦，这两个是我大儿子的这个小孩，两个孙子，哦，大儿子现在是在美国加州，哦，Loma Linda Medical Center Rheumatology Fellow，哦，那这个有很多老同事在这里，哦，我看这个林介山前辈，哦，就在右边嘛，哦，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副院长，哎，孙副院长，还有这个你们看看，哦，周志忠也有在上面，那上面有两位牧者啦，一个是欧牧师，一个周牧师哈，哦，那我跟廖医师在最右边，嘿，穿红衣服那一个是我。啊，正中间那个是美贤嘛，哈，美贤姐有没有看到？正中间哈，啊，前排哦，当然是坐着院长了，和以前的那个瓦凯哈，那这个地位置就是现在总院的地方了，现在总院的地方，哎，很幸运哈，找到这张旧照片了，觉得很有感情了，啊，哈，哦，那我在民国71年哈，哦，那个吴镇春，哎，同意我去日本进修哈，哦，啊，你看那时候多简陋哈，啊，写错了用校正章盖一下，啊，进修契约书就是这样子。那右边那个是什么？就是以前有前辈哈，哦，出去进修哈，哦，啊，就落跑了。啊，所以有一个华者出来，所以才要耶稣，这个人性就是这样，我把这个过去历史陈述给大家知道，这个是进修回来的一些资料。那我为什么会讲拿出这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成立大会在高一，在民国75年这件事情，高一跟彰基早期是也没有特别怎么合作关系，那家庭医学科要成立的时候，需要医师他的 training 要到产科、妇科来，到早期就是这样子，高一的接生不多，
那时候张基先生就很旺了，所以高一就来跟张基做建教合作。那我当过那时候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有了解哈。那所以说也因为这个将关系，所以我们张基的主治医师可以去高一兼职，那可以这个关系，所以我就透过高一申请讲师，那廖医师也是这样，透过高雄医学院的教职申请教育部的讲师哈，这个也是我在张基哈过去的那个年代啊，我就只觉得我很用功了哈，没有对不起上帝哈。那家境不好，所以前辈出去开业哈，因为林介山医师也是找我出去开业，虽然他现在又回来哈，所以是花落他了哈，我没有觉得我做得不好。那比较特别，为什么会讲？我要开业是那一年九月，那开业前就会放招牌，结果呢，八月底放了，就来了一个韦恩台风，杨汉敏妇产科这个招牌就散落满地哈。好，就赶快说再做第二块。到九月十九号又来一个艾贝台风，又把它打得这个落花流水，所以两个招牌都不见了，所以要做第三个。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还有在张基上班回来的时候，同事说：“杨汉敏，你有够衰呢，那两个风台个那个扛棒拢少少的。”哦，但是刚刚我们的伊布牧师说了，压伤的芦苇哈，上帝不让它折断哈，所以我觉得我出去开业，经济不好哈，这个难免我会这样想哈，所以我就继续走下去。那当然做得不错哈，又有那个小儿科的加入哈，哎，但是这个也许是上帝的美意啦，哎，就有人去检举，说我是违建哈，哎，的确是啦，我们看那个。这个处处的是咱家吴顺生医师吼，这得引导了吼，啊，前身就是吴崇雄吼，外科嘛吼，那所以说检举我这个违建吼，那上帝可能是透过这样子，哦，叫我继续往前走，哎，那没有办法，这个只好再找地方吼，当时真的不想说要扩建汉民医院那么大。也在彰化市的一些比较大型医院，哦，去跟他们接触，是不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是上帝还要叫我刚强壮胆哈，往前走下去哈，所以我就感受到这句话哈，这个是后来才感受到的哈，哎，以前圣经没有看那么多哈，上帝要你的日子如何，上帝就给你这个力量哈，所以继续走下去哈，所以就在那83年到新的地方破土哈，所以最后哦，我到现在我一直感觉，就像这圣经这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那时候上帝就让很多生产的人跑到我那里去，但是在这个中间当然都是有挫折的哈，要有挫折。包括说你会为你的病人祷告，婴儿室的小孩子，或者是说有一些打扰的事情，那怎么办？怎么去走过呢？哎，没有，都是每天都是风和日丽哈。那以前的员工有一个叫做邱桂莲，还有我们台下有一个叫做朱彩丽姐妹的哈，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祷告哈，为了前面拦阻的事情。向上帝恳求哈，那也借着这样的力量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在我们新的这个医院盖起来的时候，前面这个圆形建筑五楼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教堂哈，这个也是汉民医院蛮文士认为哈有荣耀神到荣耀神的一个地方哈。当时要建的时候，有一个陈牧师来为我祷告，他用这一句话来就是分享哈，
所以这个要成就什么事情，不是个人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跟我内人哈，弄一间这么大的医院，但是，就是过程就是这样走下来。这个是那个教堂的。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真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上帝来的，不是你搞了哈。所有的病人在你手下操刀，他的医后不一定一样，不是你要为你的病人怎么服务就能如你愿，有些你要从很烂的病人进来，你觉得他没救了，但是 ICU 他可能过几天他回来了，我想这边有些做过重症的就知道这样子，我做妇产科也是这样子，我一起的不尽然如我所愿，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另外我觉得这人一定要有面包吃，但是不是只靠食物，所以我勉励我的以前的员工，现在的员工就是这样，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了，食物是药没有错，神所讲的话才是重要的，让你在人的道路上不会偏差。这是我们的罗城礼拜，礼拜四，这个也还有一个小组哈，有这个一些平安夜的活动哈，有人到我们医院来做福音的，这个就是说报佳音哈，我们都很乐意的参加，很欢迎他们来把上帝的话语这个传播出去，这个是圣教会彰化彰城圣教会来医院做这些三公圣诞节到这个也是极圣中心，这个是彰化永福教会也来报佳音在圣战的信牧师还有一个正光人夫人这个是鹿港长老教会，鹿港长老教会刚刚那是永福长老教会那去年的差不多这个前后了这个我们郭院长郭守仁有听到说我还有我那人就是考虑要退休的一个生涯规划，那郭院长也很肯定汉民医院以往的所作所为，他觉得汉民医院可以在彰基的医疗体系让他再归队再回来彰基医疗体系，所以很乐意来这个促成这种想法当然这个也很契合我们夫妻的这个理念了我们在彰基受了就是上帝的恩典，在这边认识，在这边走我们这一个走过的很有荣耀的感觉的这个路上那能够在郭院长的这个肯定下，我们今年三月已经并为彰基医疗体系，那郭院长还有未来的陈院长现在的陈院长我想都很有就是说智慧，让彰基汉民的合作会更有就是说整个团队的这个怎么去让汉民医院在整个彰基医疗体系做他该扮演的角色，我想上帝会给我们智慧去让他发展起来。这是一系列的活动那最初啦最初汉民医院要建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天使小天使，当年我曾经跟建筑师说我要放这个十字架，那当然是我可能讲得太慢了，第一个讨论的时候我没有讲到说要放十字架，他说要放天使，还没完工的时候我说要改十字架
放在那个小天使的地方，就是圆形建筑的那个建筑师就说，意思是不同意啦，我就说算了啦，这样过了21年了，民国85年到现在76年，上帝希望说放一只更大的，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神有他的想法，那支太小支我不喜欢，所以21年后再给你。那晚上点灯看起来是还蛮漂亮的，所以我回顾我从小，我觉得是一个恩典之路，那所以我的帮助从上帝来的，虽然我从小不认识他，但是长大了我就认识他，当你认识他你就要接受他的帮助，所以你就晚上会睡得很好，也会让你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是你的心、你的眼、你的耳都没有知道的。好，让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帮助彰基医疗体系，整个服务病人、整个医疗传道研究等等这些事工，能够在这样的这个理念之下，一起来荣耀上帝。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如何带领杨院长，你也一样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透过杨院长的分享，在回顾、在数算上帝的带领时，我们只有感恩，我们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刚强壮胆，继续的在前面的道路上摆上我们自己，来回应上帝的祝福。上帝，我们愿意站在你那一边，让你来帮助我们，帮助彰基的医疗体系继续的往前走。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这时候业务报告我们请